Hello， 大家好，我系柠檬哥啊。嗱，我呢部 MacBook Pro 咧系2023 Air 版本嘅，所以咧就硬盘咧就256 GB，容量系好细嘅。经常剪片嘅时候咧就显示空间不足警告啦，导致咧我要删咗好多冇用嘅嘢。如果你唔出得删咧，就将佢移动到我另外两个移动硬盘入边。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咧，我就仲买咗一个嘢啊。以前有一条片开箱系呢个 SD 卡嘅扩展插槽噶嘛，仲买咗一张256 GB 嘅 SD 卡。SD 卡256 GB 加上呢个 MacBook Pro 本身嘅256 GB 就有512 GB。另外 Basic 扩展卡入边咧就買了一張256 GB 的 SD 卡插上去，就然後裝上呢個 MacBook Pro 入邊，用嚟儲存嗰啲文檔、剪片嘅時候好多素材噶嘛，就調用呢張卡嘅素材。Final Cut Pro 咧可以選擇佢嘅嗰個項目儲存嘅位置嘅，如果咧將佢位置定位喺呢個 SD 卡入邊咧，空間係夠嘅，但係佢速度咧係跟唔上啊！我試過用佢嚟剪片咧，就非常之卡，好慢。呢張 SD 卡咧係三雙嘅256 GB U3 嘅速度嘅，佢速度咧係每秒100 ms 嘅，所以咧導致我剪嗰啲比較長嘅影片咧，譬如超過半個鐘嘅咧，就經常提示呢個硬盤空間不足，就非常之頭痛啊！今日咧嚟開箱一件嘢。SanDisk Extreme Portable SSD 500 GB 嘅移動硬盤啊，佢咧呢個係第二個版本啊 ，V2 啊，佢盒仔啦冇寫 V2， 佢有 1T 同埋 500 GB， 我就買咗 500 GB 啦。並唔係為咗慳錢啊，因為咧我主要用佢做剪片用啊嘛 ，1T 咧。太大反而用唔著，因為我剪完每條片咧，嗰啲素材咧會備份到 OK 喺另外兩個 1T 嘅硬盤入邊做備份用嘅，所以唔需要用到 1T 咁大嘅，所以就買咗 500 GB 啦。說明書啦，嗱呢個主角啦，同一張信用卡咁細啊。同埋送咗一條線 Type C to Type C 嘅。如果我呢個早期嘅電腦冇 Type C 接口咧，佢仲送咗個 USB 嘅 adapter。咁樣就係 Type C to USB 啦。嗱，將呢個移動硬盤插上去之後咧，佢就顯示有兩個文件，一個係 Windows 嘅，一個係 MacBook 嘅。一打 MacBook 呢個咧，係一個加密嘅 App 嚟嘅。呢個 SSD 咧係支持加密功能噶。嗱，網上呢個 SSD 嘅開箱就好多啦，我就唔做專業嘅測評啦。依家嚟簡單測試下佢嘅傳輸速度先。我呢部 MacBook Pro 咧係 USB 2.0 嘅 ，USB 2.0 嘅速度咧冇達到佢呢個 SSD 嘅最高速度啦，佢就向下兼容啦。佢理論上讀嘅速度係 1050ms， 寫咧就係 1000mb 每秒。嗱，我呢個 USB 2.0 咧，佢嘅速度咧就係 480m 每秒嘅。呢個移動硬盤咧就係 1050m 每秒噶嘛，所以咧佢就達唔到 1050m 每秒啦。就以我呢個 USB 2.0 嘅速度讀寫啦，我依家咧就測試下將一個好大嘅 file 有 12 GB 嘅，分別copy 到呢個新買嘅 SSD 入邊，同埋呢個 256 GB 理論上 100m 每秒嘅 SD 卡上面，睇下佢哋嘅時間相差幾遠。依家開始計時。
12.56 U， 佢顯示不到1分鐘。嗱，依家係16秒啦，17秒。而家 copy 緊呢個 file 到呢個 SSD 入邊，佢話不到1分鐘嘅，睇下，仲有5秒。搞掂，果然係不到1分鐘啊，55秒就搞掂啦。好，而家測試將佢 copy 到呢個100M/s 嘅 SD 卡上邊。睇下速度幾多？正在估算時間。哇！顯示要半個鐘。15分鐘，速度相差太遠啦！呢度咧不到1分鐘，呢度咧要顯示10幾分鐘。而家等佢結果，浸杯水飲先。頭先飲咗杯咖啡，我驚今晚瞓覺瞓唔著呀，飲啲滾水先。嗱，咖啡咧，你飲咁多咖啡就補充翻咁多水上去，咁樣咧就唔會話有瞓唔著嘅呢種情況啊。嗱，我呢部電腦咧係 USB 2.0 嘅，佢速度係480M/s 嘅，佢速度咧係呢個 SSD 嘅一半左右啊，發揮唔到佢最好嘅功效。強大而且好便攜式啦，攞住佢墮住去啦，好細粒啦，好輕啦，而且咧佢就堅固耐用，2米嘅跌落功能，地面2米高嘅地方咁樣掉落去咧都唔會壞。同埋 IP55 防水防塵等級，第一個5咧係防塵啊，即係可以防到灰塵啦。第二個5咧係防水，5級咧就防到落雨啊，用水龍頭去淋水啊係冇問題嘅。嗱，佢咧有5年保修啦，出行無憂啦。嗱，我咧喺美國亞馬遜買，保修就算數啦。同埋一個鎖定文件功能咧，你唔小心跌咗俾人執到，都讀取唔到入邊啲數據嘅。5分鐘過去啦，仲未得。足足用咗5分鐘57秒，即差唔多6分鐘啦。1分鐘同6分鐘相差6倍，所以咧，我用佢剪片應該冇問題啦。嗱，呢條片咧我就用佢嚟剪啦，測試下。佢仲有兩個 fundable 接口啊，中文叫做雷電，又可以翻譯成霹靂。嗱，佢一個閃電標誌嘅，佢嘅速度咧就比較快啦。有一種解決方案咧，就係買一個呢個霹靂呢個接口嘅 adapter， 將佢轉換成 USB 3.0， 然後再接佢就比較快啦，所以突破 USB 2.0 呢個限制。我咧就上網揾到一款，可折$99啊！我睇下，打開睇下，將呢個霹靂雷電呢個接口轉換成 USB 3.0， 將呢個早期嘅 MacBook Pro 嘅速度提升一個等級，99.95美金。我試用啊，睇下剪片慢唔慢啦。如果慢嘅咧，考慮升級買呢個；如果唔慢咧，就算數啦。因為咧，我唔係專業 YouTuber， 專通過拍片嚟賺錢
揾食嘅，所以咧就唔需要將呢部 MacBook Pro 升級。有錢我都用嚟改車啦，係咪先？所以係完全係興趣，將佢剪片速度買咗呢個嚟提升少少，夠用就得噶啦。所以咧，暫時咧冇升級呢個 MacBook Pro 嘅計劃嘅。我見網上咧好多人咧將佢抌落洗衣機度洗啊，然後攞出嚟都可以用嘅，同埋將佢掉喺一泥沙入邊，然後攞出嚟又繼續用，用水沖啦。所以咧，我咧就唔做呢啲極端測試啦，已經有人測試過啦。好啦，呢條 Hard Disk 嘅開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多謝收睇，下條片見。